测试到这边才可以。好，钟哥写了，场景一二，这不正确。好，测试一下这些吧。一二三。我给你。你帮我贴几个那个，帮我贴几个贴图好了。你现在帮我测试几个贴图。随便几个就好了。然后你看到应该我是在正中央吧？对啊。不是不是贴那个 sticker 的，你帮我用一般贴图就好了。一般贴图。嗯，帮我用一般贴图就好了。随便学一般贴图就好了，然后你帮我看画面中间有没有跳那个，有没有跳那个，就是靠酷啊是什么？史丹利的啊，史丹利的哦，靠哟，对啊，干好屌哦，对啊，他做酷啊，还有一些，还有什么？认真玩，靠，认真玩。还有他戴提摩的那个帽子的那个图啊！喂，我看到只有两个啊，酷啊！啊，那乌娜，乌娜帮我用测，帮我测试用一般贴图好了，好哦。我来加个文字好了。就这么多。好，他的贴图我没有贴全部啊。他那个点一是因为他每次炮车没有尾刀到的时候都会说减一。选择贴图，感谢乌娜。好，这样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有贴过我就不贴了。嗯，你也蛮多奇怪贴图的，松哥。没有啊，就随便订阅，订阅什么的就有了。欸，你也订阅不少的嘞，但是史丹利最多。史丹利他大牌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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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
真大台啊，爱粉就不少啊，爱粉就二十个，不然还会需要用播广告。试一下好像，对啊。继续死，然后回来继续玩游戏了。还是玩昨天你叫我玩的，我不知道。那游戏我抓好后还没有玩过，还没有玩过，对啊，我也还没玩过。我们来试试看，我叫，那我要把其他的东西关一关。就登录一下就好了。战胜，Co-keeper， 这个不知道是可以用摇杆啊？看一下，那是应该可以用摇杆吗？应该是可以吧。没有好像不能用摇杆。是哦，用键盘玩。嗯，有点大只，有点大声。你说那个？洗澡送你一个爱心，啾啾。感谢罗宾的订阅，哇，十个月啦，太神了。欸，我可以玩那个动态，我可以玩那个动态贴图了。对，一来就收到爱心。好，我们昨天玩新游戏喽。松哥，你先赖我好了。你先那个，你先 Steam 我。你现在你的 ID 是多少 ？ATROX 吗？对啊 ，ATROX， 然后。图片是一个枪弹辩驳的角色的那个男主角，一代男主角。刚刚松哥也是有过中二的。罗宾，我们要玩新游戏啦！今天玩新游戏。我先想，我先改一下哈，抠什么东西的？抠输入游戏 ID， 试玩
KORE 什么东西的。哦，那我还要密你吗 ？Call Keeper 这个，我跟宋哥先要现在玩，我跟宋哥先要玩。有不在线上？有啊，完了国旗饭团啊，明明就没有，为什么我看你是你先？因为我消失啊，我消失，消失去死吧！等我一下 ，Call Keeper。有啦，而且它有中文化，感谢来打个招呼，谢谢。加入游戏，选择世界。欸，它不能用中文欸。松哥，松哥真爱。松哥 love 好了，松哥 S H O G E I L O V E。等我一下。标准，可以死而复生。哦，正统玩法。那我们是正统玩法。松哥，你要加入我的游戏哦。你先选你的那个。先感谢罗宾四个月订阅，身体肥了，头发。你把那个房名 打在退群的聊天室好了。哦，新游戏。Ship， 为什么我会输入成瘾？啊，输入成什么？输入法的关系吗？背景，我是个战士，我是个主厨，我是个园丁，渔夫，游牧民，探险家。我当来个矿工好了，好像不能用那个用中文，对不对 ？Gasper X， 好了，我用我的本名 E Hong， 好了，房名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，你与其他几个探险家组队在森林里穿行。你发现林间有个东西带来一种奇样的感觉。你被奇异的衣物所吸，被吸走了。这是什么？有点涩涩的感觉。我比较在意的是你的房屋。等一下。我怎么开房密呢？那你啊，我知道了，来，我邀请你。你要贴在哪？没有，我邀请你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。哎，干，哎，这个游戏不错哦，你可以透过 Steam 直接按右键。然后邀请那个，邀请你的好朋友直接加入游戏这样。我还看到毛球，我还看到毛球正在玩。角色栏位，角色栏位你用了第几位？第一位吧，就是 HUNG 那一个，有吗？这个地图、哦，
欸，他没有火把哎、欸，他没有灯哎、欸。阿陀是剑士吗？不是，我是矿工。我是矿工。哎、欸，怎么用啊？打麻将好啦。灯怎么做？哎，可以，可以怎么样？不行啊，他那个……哎，你进来了。嗯，是啊。点点火把。我好像没有火把。我有，我有。超废的。你在哪里？我看到你了。你要先制作火把。我是没有火把、啊，我手上没有火把、啊。我给你，我给你。哎呦，干！松哥，你要用左键打，左键敲那个。左键，对，左键，或是你的滑鼠左键，这是挖矿游戏啊，然后球可以进来，有没有？你挖矿之后久了之后，你的材料可以拿来做那个火把这样。啊、哦，早知道如此，就不要选什么鱼干。没有，你底下可能就是有你的帮助，因为他的地底世界有那个可以渔夫的那个功能。哦，哎，松哥，我给你，我给你，捡的吗？哦，对对对对。然后我要找地底鱼，这边亮亮的，打看看。欸、有地底湖了，我要钓鱼。可是好麻烦，火把能不能插在地板上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你好像按右键可以插吧。加一，所以我还是可以制作了，也、欸、可以耶。要木头，所以木头可以制作火把，这样。中午跑去哪里啊？你跑去钓鱼哦？对啊，我跑去钓鱼啦。哎呀，线断。毛球进来，毛球。等一下，我来邀请毛球进来。
好，毛球进来。毛球进来了没有？哦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一开始其实地有很多木头，木头就可以变，就可以采那个，就可以拿来做很多火把。哎呀！小鱼到底怎么钓啊？整进去，我邀请你呢。你先创你的账号。松哥，你刚刚是怎么被我邀进来的？我就在聊天室，你我的，我们不是有加好友？我对啊。点到你的聊天室那个视窗，然后进入游戏就进入了。哎呀，钓鱼这么难的吗？一只鱼都钓不上来。干，这个游戏还不错玩啊。空手蛙，阿达令，令我跟松哥在玩这个游戏。哎呀，钓鱼证。原来是这么难的一件事吗？我去看你钓鱼，等我一下。你在哪里？小，右上角有。我看到了。地图。看松哥。从你给毛球一个火把吧，他也进来了。毛球地上火把自己捡。这个你没买，哎，这个好玩。你可以拿着，你可以举着火把，然后去。但是我要怎么？哎呀，线又断了，超讨厌！到底要怎么钓？哎，火把不够，都去我中间拿，我中间很多火把。往右边挖掘了，其实蛮多壶可以用。可是我现在必须去挖矿啊，把矿挖完了再来钓。应该还好吧？哎，挖穿一个地方。哦，总算有钓到一只鱼了。有有有，可以烹饪。钓到了一只。蓝色洞穴孔雀鱼，
阴性梅毒。嗨。毛球现在挖到哪里去了？那九柱我要怎么修理啊？我有钓竿，可是我钓竿。对海藻，要怎么做东西？制作，然后坏掉就直接换。你要直接换。心就断了，鱼又跑，哇！毛球跑到哪里去啊？我来看毛球跑去哪里。我很饿，要吃东西。它在右上角啊。左上角。它在右上。饥饿状态，伤害降低。饥饿状态，猫食度。原来要吃东西。对啊，口粮一开始就有三个啊。哦，不能把自己的火用掉，自己会把自己的火敲掉。毛球在哪？毛球好像已经跑到上面去了。我靠！哇，毛球怎么这么有效率啊？干，你是天生挖矿人哦。嗯，不像我是个废物。没关系，松哥你就好好，松哥就好好钓鱼好了。我们来那个挖矿。打完 FF 起源再买。起源哦，起源，我觉得那战斗画面真是让人觉得不敢恭维啊！有这么惨吗？我玩后我觉得试玩吧，我玩后觉得还好。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。我都是摸黑在挖矿，怎么回事？你不会拿火把去挖是不是？没有，可是矿工。这个至少是在地底世界。对对对对，我想买块是在那个地面上。地面上的话，晚上就会有一堆怪来找。上古宝石。
用木头。装饰用的菇。哎，松哥，你这边，这边，你看我那边，你看我的位置，我有一个特别的壶。这边没有。嗯，那我过去。我感觉这边蛮多特别的鱼哦，有大鱼。那我过去晃晃。哎，哇，毛球，毛球探险家哎！哇！哎，你们记得要去多余的感觉，我去那里投好了。其实也不用到那里投，就最主要就是钓竿泡得到的位置就好。嗯。哇，这边有怪啊！有吗？我这边有怪了，我救松哥一下。需要电锯来锯他。哦，快跑哦！我快死了。松哥快死了吗？是啊，你没有，你这边一定容易死吧？这边那个圆圆的，被吸氧哦，被吸氧。哎，那什么卖鬼哦？哦，哎，这个很凶哎，这怪很凶。是啊。打一下，跑一下。打赢快打赢了！是哦，嗯，这钓鱼太不仁慈了吧？哎，我觉得我好像我的那个满了，我的那个什么？我的挖掘机，我不是我的背包满了，所以难怪我不能有东西。等一下、喔，背包满的话，不是还有很有的放？真的、欸，你背包右边你会有一个满格 的那个量，所以你要看一下你的那个东西。毛球跑去哪里了？哇，毛球都左下角。毛球在，毛球是蓝色的吧？对啊，蓝色的啊。
怎么又是绿色海藻？生命值。上古硬币。又是海藻。哎呀，这个地图很大，太慢跑，太慢拉线，鱼又跑了。新的图库进入使用。它还是有分等级的差别啊。哦，可见去。初制炸弹。又跑了。要怎么用？哦，黑套可以装。超好用。所以快捷键，懂？欸，我挖到一个新的东西，新地方了。是啊。嗯，好久没挖到新地方。S 一啊 ，S。为什么死了？你有被怪物追啊？嗯，没有。去打那一只，结果好痛啊！
三股。不知道那个宝箱要怎么用。加工墙壁，松哥在钓鱼吗？我找到木头了，我这边有。哎呦，不错。的话，我记得好像可以制作什么基础工作台、木稿、木材、他这个游戏真的很杀时间哎，好猛哦！我来看看工作台能干什么。好久，我现在到处拓荒。魔球有没有做那个？魔球有没有做木头啊？这工作台好用。工作台怎么样？拿回去那边放，拿回去那边放。工作台是什么东西？工作台就好比卖块的熔炉，或者是可以做任何东西的。哦哟。堆木头吗？真的很杀时间。这边很多木头啊，木头打一打，好啊，做个木。猫西，这游戏蛮好玩的、你现在哪里？你要不要来我这边啊？你那边有什么东西？好，我过去。我这边有一堆东西。我过去毛球看，
我是拓荒这边也不少了，我在东北方吧。我这边有烹饪，还有工作台。我干，毛球这个厉害。好，过去了。是啊。坐台啊。不是啊，我遇我，干我距离你们有点远。荣炉箱子。往我上面这边走，会有一堆木头。嗯。我才到箱子自己拿。嗯。等下那个天赋你没有点吗？有。天赋要怎么点啊？你的人物，然后它上面有个技能。角色旁边有个星星，那个技能。哦，我看一下。角色旁边有个。哦，看。挖掘伤害，一炮速度，近战伤害，制作护甲，生命值额外收割食物的几率，烹饪出额外食物的几率，还可以钓鱼。哎，看这个游戏很屌。我当然是挖掘点到满。纤维到底是去哪里打？纤维啊，纤维路上拓荒就有机会。我有一个纤维，我有一个纤维。对，可是纤维都是打那个，打开那个宝箱，啊，宝箱里面拿到要怎么开，知道吗？这个拆拆掉，老旧的护身符，我另外做一个箱子好。无法被人类存在。哎，他用不到的东西，到底是要怎么处理掉啊？工作台可以做。你说坏掉还是用不到？用不到的。用不掉，你 tape 打开它最左边不是有一个垃圾桶？可它看起来是有价值的。有价值，你就丢箱子啊。箱子在哪？对啊，箱子你自己做一个啊，你自己做，或是到我的基地那边放箱子里面就好。我有一个上古箱子，这个宝箱似乎有几千年的历史了。上古箱子不知道做什么。我捡了一大堆贵重海藻。对对 对, 對。可是虽然是贵重，可是用处不大，这是什么东西啦？哎、欸，它地图超大、欸，真的要一，真的要一起玩、欸、你还可以盖东西、欸，
熔文干嘛？哦，精炼任何东西。嗯。欸，他有 boss 欸，所以我们现在都还在拓荒吧。恶行巨物割乐，嗯，宝箱到底要怎么开啊？没有教哎、欸。宝箱直接把它打爆就好，可以吗？对啊，可以，把它当 micro 玩就好了。那我来试试看。不行啊，它是个道具，它不能打。那就先丢着吧。对啊。上古钱币，哎呀，还有种子，我有上古零件。上古零件是上古机器的一部分，而且它是有颜色的，它还是有分等级啊。绿色应该是土等级比较高的上古宝石。有一些是装饰物，装饰物感觉用处不大。耶，又钓到鱼了。鱼可以干嘛？中了？可以烹饪，或者是直接吃。可以烹饪啊。我来煮看看。去煮看看。我是觉得啊，标离一，可是我没有其他的东西。真的超像麦块这游戏，本来就是吧，它就是麦块啊。对啊，我感觉这不能让我儿子玩嘞，太可怕了。哦，这什么鬼？
厕所之类的吗？还是床？床。哪里？核心。哇，哎、欸，我已经跑到右上角去了。比较纳闷，栽种要怎么用？你要有，你好像先要有种子，要有水桶。装水，装水。有发现一个新的怪啊！看一下，看一下是不是可以。看到比较凶的怪、啊，水桶，可以用来装一些泥土浇水。装，我这边是有，你那边有啊？嗯，没有泥土啊，没有泥土。我这边有，我这边有水啊。这边很上很难连到你们这个大陆去，而且它中间有个小岛，怎么过去啊？可能要坐船才能坐过去吧？有这种事吗？可以放种子的意思。找不到可以放的点啊！水哦，的确，是地板。对吼，我们还要小心被饿死哎。哎呀，怕饿死，保持度。被饿死，那就是我的失职。
定是掉到绿色海藻，可是没有人用。目前啊，我找到怎么种东西了。要锄头，哎呀，靠背，干嘛史莱姆一个好凶？制作有新的天赋可用。M 罗，哎，罗，安德斯卡，哎，鹿角，干的很。鹿角，我问你，麦块怎么种？种植物啊，这里啊，我这里啊，耕地耕地，你们在玩啊、哦？你要玩啊？锄头，这个锄头类似。你要玩？你要锄头啊？哦，要锄头才行。对，然后跟水桶。你们去河边也可以啊，有水源的地方，它旁边四格都可以种。那如果除了旁边没有水，你可以硬种，只是它发育比较慢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玩这个游戏真的不错玩哦。那这个类似麦块吗？嗯，很基本上是麦块。麦块是，只是它是二 D 的，所以你不会晕。对。哎、欸，制作哎、欸，额外。然后都要吃的吗？没有，我都是近战奔跑跟挖掘，还有制作。哎、欸，而且鹿角我们还差一个、哦，好像最多可以到四个还是六个人。我们现在三个人一起玩了、啊。你们知道去哪里买 Steam 哦？在 Steam。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这个真的很好玩哎，干，好可怕。这种沙盒型的都要。然后我跟你讲，松哥，你跟毛球都要开分享，不然我也看不到你们那边的地图在哪边。分享？对啊。怎么分享？地图你不是看右上角就好了？对，可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干嘛。要怎么开？不是，就 DC 开就好了。好啦，下次啊，这差不多要关台了。现在几点了？哎、欸、哎，干、欸，真的耶？对啊，过得真快。这个东西超级杀时间。阿寿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另外开，我觉得比较好。阿寿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另外开，我觉得比较好。没有，我应该是就是这个，因为这个是厂商介绍的。但是你这个东西聊下去就会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赶快哦、喔，我今天十二点关半小时，赶快插入吧。我们需要大佬来教我们了、啊。干，我又没有玩过这一款，我怎么可能知道了？这概念应该是一样的吧？不一样啦，有些设定会不一样啦。生锈的勺子干嘛？欸、为什么我有些是，我木材是不是已经满了、啊？奇怪。晚点我 po 那个建造的那个麦块给你看，
妈，超级小小朋友，纤维粘液，我把粘液用掉了。快二十了，所以我这个五五三，我这个泥土墙壁应该都不需要，我可以把它弄掉。是吗，鹿角？啊？什么？就是泥土墙壁这个东西啊？泥土墙壁？嗯，我不知道你们这里面泥土墙壁跟我们的泥土墙壁一样。那就是你初期拿来垫东西，或者是来做个墙围，把自己围住安全区的东西而已啊。那我可以目前不需要，因为我现在在开荒开垦区啊。开荒就不需要啦。可是我建议你是都存起来，因为玩这一款游戏所有东西都是资源。是哦、喔。可是我的包包不够、你可以压到那么多、喔。啊？一格可以压到那么多、喔。但我现在也是处于已经快满的状态了。他有办法做储物箱之类的吗？应该是可以，啊、但我不那就做。工作台，神奇的瓮，所以工作台我要怎么做？木材够就可以做木材吧？是啊，我说我已经做出来工作台了，但我现在，但你这样讲话会让我想起以前菜渣的精华、欸。四个工作台可以做一个、啊、四个木材可以做一个工作台，那几个木材可以做一个废材。靠呗，哇，哎、欸，你看我的，妈的，你看我这个，他妈的超屌哎、欸！什么啦？我已经可以做东西了，我已经有工作台可以做东西耶！操！啊，本来就需要工作台来做东西啊。泥土墙壁，泥土墙壁要干嘛的？木头，水木头桥。哎、欸，好啊，那我可以去做，我可以过去那个了。哎，我决定我要把电脑关掉。哎、欸，这个游戏真是太可怕了，各位同学。干，你第一次玩沙盒哦？是没有了。我要往中间，往中间移动。我那时候退伍吧，时间很多，然后我就去买了那个城市田忌线。然后我就直接在房间里面待了一个月都没有出来。好妖！看那个实在太毒了，操！几天？这个游戏太看可怕了，200多块我觉得不错，值。所以你们快饿死了？我没有哎、欸，我还很多东西。哎、欸，我记得麦块好像800块嘛，靠北多死了。800多块，对、啊，800多块。
莓果铁矿石制作箱。嗯。但我现在我身上没有什么道具耶，我只有一个洞穴口袋。这个是成熟了吗？哎、欸，怎么有只鱼啊？哦，看你要不要做什么东西？鱼，这是可以采收的意思了吧？应该是可以了吧？你打看看，把它打爆。真的就爆了，成熟了，成熟了，成熟了。这个才是成熟了，刚刚那打爆一个。这个应该也是，必须要拿电锯的，要电钻的，我电钻的可以。对，还要再做。电钻怎么听起来像是高阶工具啊？电钻怎嗯。阿丑有那个资格吗？拆解，你刚才拆解用不上的道具。哎、哦、呦。箱子，哎、欸，我已经可以装箱子了，靠背，我已经可以做箱子了，爽爽爽！我们这边都不知道做多久了，是哦，对啊，你都不知道做多久了。哎、欸，我好像有床可以做、欸，哎，烹饪锅，先做箱子。鱼是我刚刚钓，我吃掉了，没几只，你那只鱼没有吃掉了，是啊，操。反正保持度不要挂到零就好。钓鱼好难，人生好难。哎呀，箱子好多可以放，好爽。欸、我怎么判断它是哪些是制作物，哪些不是制作物啊？什么意思？哪些是可以制作出东西来，哪些是不行的？工具箱吗？嗯，它不是就上面就这些了，就这些东西啦。不是像工作工，哎、好比说我这些什么草皮、墙壁、树根，它看起来是建造的东西，不是合成的东西。但是如果我要制作东西的话，我是要也是要先拆解吧。我要先拆解。你要先把你制作的里面的那个里面的东西先做出来啊，然后它里面做的东西再打开进去，它才有细部的选项。欸、可是这个箱子，你一旦，你箱子一旦放在手拿走，它的东西就会全部又跑出来了，所以箱子是不能移动的。嗯，靠腰啊，懂了。所以我们要先集结在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就我现在我们都在这边啊，对啊，我想一下，我帮你把箱子盖好了，帮你把箱子盖好了。那我要赶快呀，我要移动过去找你们。好，我过去找你们。现在蓝色点是谁？毛球吗？哦，然后过去找你们。等我得先吃东西。哎呀，好难钓、
球。对。你是要挖过来哦？对啊。你也是很猛的。要挖过来。来啦，我这边啊，我帮你挖了啦。那为什么你挖的效率这么好？啊？因为我们有工具啊。看我的装备跟你的装备再来说好不好？妈的，干！身上都带了，我身上都带了。我现在已经被毛球呛下，你看这些你都用好用的好好的，好厉害啊！是啊，人家很正常啊。干，那我有那我做出来我到底要放着、啊？麦块的玩麦块又不是玩假的，对嘛？有玩过麦块没有那么智障的对象。有床哎、欸，好酷哦、喔！我做的，这样感觉你遇到什么很稀有的东西一样。真的、欸，我可以睡觉吗？没有，睡不了、啊。那个人家是后面会有 NPC 居民吧？哦，装饰用就对了，可以增加他的舒适度。增加他的舒适度。哦，你洗衣都有出来啊！哇的天哪、啊，洗衣都有出来啊！我可以种那个，好爽！我终于有贡献的感觉了。我还有树根种子，我是不可以乱种啊。没有，我已经觉得你在乱种。靠北！哎，这个真的很屌啊！我跟你讲，鹿角。这真的屌、啊，真的屌！你赶快来，赶快来哦！哎，好有屌！所以上古箱子到底可以干嘛用啊？他妈的！炸弹胶。减十一生命值，炸弹胶看起来不怎么样。可以做料理哦。有上古宝石哎。好难掉哦。加工哎、欸，裁哎，你们有人做裁剪修理台的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就做一个、喔。有，在哪里？一样在你拿箱子那边的下面。拿箱子的下面在哪里啊？你看我画面。不是有放箱子吗？靠北，我死掉了。工作箱子下面不是有工作台？工作台的下面啊。使用器零件透过切换选项修理工具哦。哦，可是拆解桌我看不懂要怎么用。而且毛球在选女角，干你真变态啊！你要管？哦，东西掉光光了，气死我！哦，再去捡就好了。去，我要去把那只怪杀了，他妈的！把那只怪杀了。
不行啊，看起来我好像还有很多东西不能做。松哥在钓鱼吗？对啊，看到松哥的英俊的帅姿了，感觉这哇，松哥这个甩杆太厉害了。钓鱼钓超少啊！哎、欸，花花跑出来了，猫球在干嘛？我看一下。我在上面又死一次，他妈的！你怎么跑那么北？再一次，那么跑没去、啊？再复仇！你要做装备，要把怪干掉。可以做装备啊！喷刃锅。哎。桥了，我桥已经搭好了。啊，干，你桥搭好了？嗯，在中间那个小岛已经搭过去了。过去了、啊，里面上面有个遗迹。东西都拿了是不是？没有，你要寻一下。那我把它放回去好了。你是搭在岛的哪一边？东西南北？正下方，你工具台的上面，工具台的上面，确定你有搭过去吗？嗯。嗯。我怎么没看到？我看一下你现在在哪里。我没看到哎、欸。等一下、啊。你来找你找到哪里？你不是说在南方吗？我往南方走啊。不是在我这边吗？蓝色小点点。不是啊，我右边有一个。有一个啊，我行，我得过去。你知道我这边吧？我这边有一个岛、欸、中间有一个岛、欸、一个快乐岛，他家不列岛。陆家，赶快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这个游戏真的好玩。现在几点了？在六分钟十二点。哎呦！剑，我可以做剑。
所以铁板你没做了吗？喜字工作台你没做了吗？嗯，还没，还没。所以谁有喜定啊？都还没有挖到。等我一下，我回来了。妈呀！鱼竿耐久度快没了。近战，谁会有近战点数啊？还有活力制作，打怪之后就有了。嘿嘿，修理好了，继续掉。死了两次，关台了，他妈的！对，这个地图会存着吗？还是就没了？嗯，会存着，会存着。就是你们自己，就是我开这个沙盒，就是我会存的，但是要进我这边。如果到时候我没玩，你们自己就是，我先试试看。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就对了。我先试试看，我这边我关起来怎么样？正常来讲，应该是你们可以继续开这个沙盒了。那我先关了，我不关台，我先关游戏，然后看松哥跟毛球的，我这边先关。好，我退出了，你们呢？好，关我们这边关掉啊。对啊，是我这边的哦，所以他是必须要开的人，必须要自己有。哎，你要进这个人的伺服器的意思了，这也是跟麦块一样吧？是不是？还是不一样？嗯，一样。那就变成毛球或是松哥自己开一个世界，然后跟我讲你们的世界名称跟你们的 ID， 对。哎，不错，这游戏太杀时间了吧？一个半小时瞬间就没了。嗯，是。哇，这个游戏太赞了，各位同学！你刚好最喜欢这一种。我之前没有认真玩这种沙盒型麦块，因为会3D晕，这个完全不会3D晕，觉得不错。你看我瞬间就玩了81分钟，有够可怕。这种很疗愈哎，就这种游戏是很蛮疗愈的。到我现在才知道。嗯哼，对啊。嗯，买了，什么又在分 game 呢、啊？靠杯啊！唐唐安，没看到唐唐，唐唐有出现 ，Monster Hunter。你创一个新世界，它会有一个游戏 ID， 复制就可以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就可以当一个游戏了。对对对对。对，哎、欸，真的好玩哎、欸！令也买了、欸，令，我跟你讲，这真的是有够杀时间的，我居然不知不觉过了81分钟，可能吧？我到现在居然第一次发现说，哎、欸，沙盒游戏好玩。嗯。
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沙盒游戏一定要有人一起玩。如果你一个人单机玩，我应该玩不了这么久。这要看你怎么玩。嗯。等一下，那主角你角色身上的东西还是会保存在新的世界。是哦。是吗？我现在开一个新世界啊。所以你的装备还在身上吗？应该没有吧。可是我放在木箱的东西，放在木箱的东西就放在你的世界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等于是全新的。没有啊，我原本现在目前角色身上原本有的东西都会在身上的。哦，只是说箱子、放在箱子里面的东西就在箱子。对，就是我们不是有盖木箱吗？对对对对对。那个木箱，那个木箱的东西就是会保存在你的世界。但是你的角色基础值是一样的，还是不一样？全新的。就是你没有，就是基础值是跟在你那个游戏世界玩的是一样的。所以你在好比说你在我这个游戏世界，你已经用了5点的那个经验值的那个天赋点数，你开心游戏一样有这5点天赋点数。对，没有错。哦，那你的等级就可以一直往上升的呢。哎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游戏这样设计是还蛮猛的哎、欸，你不用从头再来，你就会发现你要玩的时候就有一堆大佬在带你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对对，而且这大佬就叫毛球跟松哥，因为我基本上我可能过了一个礼拜才会开这游戏之类的。那基本上我一个礼拜再开始玩这个游戏好了。不会啦，哎、欸，这个游戏真的不错玩，那要靠各位大佬了，很杀时间。哎、欸，令，我跟你讲，真的。你可以玩这个游戏到你什么？要怎么钓鱼？你什么都可以不用做、欸，你就钓鱼要有鱼竿才可以。废话，说的在讲废话。钓鱼要有鱼竿，靠背。我一开始就是渔夫，所以就给我一根钓竿，这样。哦，那是角色吧？就是角色特也是要选角色职业的问题、啊。对，是角色职业的问题。松哥，请问怎么钓鱼？有鱼竿就可以钓，钓竿就可以钓。哎、欸，真的很赞。好了，我关了、欸。你们慢慢玩哦、喔。我那个，来，明天再试试看。嗯 ，OK， 拜。来，大家玩了。哎、欸，杰哥、糖糖，然后定完了，然后鹿角完了，我就说个晚安。罗宾玩，拜拜。晚安。大家玩，这款游戏不错，300块以下的小游戏非常杀时间，很 OK。